这是我们今天要搭的公车，之前很夯的一直讲来骑，今日全天鹅满。这里很赞，花生的香味很好吃。这个很好吃。哦，我那小时候吃过。哦，这个也很好吃啊。哦，绝对只有这里才有的口味。我们来到此一游，这感觉色香味俱全。南庄的百年油少货桂花酿，好喝味，桂花冰镇汤圆。逛了南庄老街之后的半里，车上开车，这个是讲特别，这个也是几百年没来了。有啊有上，要坚持哦。哎，真的有草莓味，脆脆的，还蛮好吃。草莓松鼠跟草莓帽哎，我要头顶啊！哇，厉害不？很多粉丝，那个超甜的。我们这个呢，380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i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苗栗三线一日游，一样的，我们今天是搭保姆车进行一日游的行程。OK， 不要啰嗦，出发，集合 ，Go Go！ 这是我们今天要搭的保姆车，好大台哦。哦，四叶草轻旅行，精致小船旅游。那这里说，谁跟你说保姆车很贵？平价消费，奢华享受，独立航空按摩椅，环绕影音设备，然后还有唱 KTV， 行动的小剧院，无线的 WiFi， 联络方式。看，还是电动椅耶，它有记忆的耶。哦，爽吗？适合吗？零压力的，就是抬腿的。好好好。就像那个座舱还有抬腿哦，对，哇，好，然后它这个是冷风，还有 USB 耶，对的，有没有充电？哇，如果你们要看电影的话，就是这一个放水的。我们第一站来到了旧山线，我们要去骑这个铁道自行车。我们要来骑这个铁定幸福，之前很夯的，一直想来骑，终于来了。他说：“请网路订票哦。”哇，苗栗山上还蛮冷的，我里面穿短袖的。我以为这也是高雄。全天一日游满。我靠，真的！我抢的那真是最后六张票。难怪他说一定要网路订票。鱼藤品取票入口。今日全天鹅满，哇，好多人哦！下一个，来耍一耍，再盖一个。嗯，漂亮。我们应该是到圣心车站而已。嗯，我记得，所以我们坐的是 B 线。哎，路线超多的。好，谢谢啊。我们有二号隧道啊，没有，大家都有。石虎妈。跨越连续四座桥梁。全台湾最美的三线铁道，苗栗三线铁道于1998年停驶，2018年以。来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快点，我们先回去给你。
上车啦，终于。他说这个是脚踩的、哦，脚踩也可以，脚踩的还是电动的。他说今天是那个元宵过后的第一天，客家人会扫墓，所以会很多鞭炮的声音，所以才会听到那么多鞭炮的声音。脚踩。Hello 踩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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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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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这样好像比较快哦。脚好酸了。酸了这距离也太近了吧！哇，好累哦，好喘哦。到香肠的味道，禁止碰撞。双手离开。我们到圣心车站了。我们的三线嘛，就可能自由这边起点。不会跑吧？可是我会跑啊。这里海拔402。火车造型机站高。客家美食的地方，身心车站。这里有个广场。这里以前是台铁海拔最高的一个车站，经过车辆都会在此暂停。三线改道后就荒废了嘛，经过转型后才有的我们刚才搭的那个小火车，那我们就可以重回以前的怀旧时代。那这里真的很有日本的氛围。炸小馒头。好，先吃。好啊。这一盒多少？一盒60。已经装好了。对啊，对对对，是啊。这里很赞。很香哎。客家麻吉。好香。花生的香味很多。它是那个白色的麻吉，那是还没有狗做成的。嗯，越吃越爽嘴。它那个花生非常的麻吉。
鬼啊！王石。平常对面的应该就他了。哦，好香哦！你要开运吗？苦命的免费，十元一千。要不要抄一台？对啊。回家读书。他都中？没有哎。好，这是你啊。第六十千，这边这边，这里最下面的，就这张了吗？对啊，就像是高处的风很强，过于引人注目反而不安稳，平凡的生活才是长寿安乐的方法。如果振兴而行的话，会实现盖新居搬家不好，然后旅行马马虎虎的地算好了。结婚是也是马马虎虎的，都是马马虎虎哎，所以今年不顺啊，小吉而已。小吉还是吉啊？因为今年29岁。你刚刚是要诚心祈求什么？平安啊。平安啊。嗯。平安就是这个啊。振兴而行的话会实现啊，所以会平安啊。对啊，所以也算是吉啊。哦。因为你刚刚没有祈求其他的吧？对对对，没有。因为我们在外卡在你上。很香哦，有点麻辣味，但是不会辣。你要买给谁？我要买给余生啊，告别单身啊。今天啊，你啊。吗？对呀，组合好了，帮你组合机。你要把它放在那个背包那里啊？有用吗？有。哎，这个也很好吃哎。这好特别哦。这个很好吃。哦，那小时候有吃过。哦，口香糖吧。哎，古早味。这个。哎，还有这个西瓜的这个。对呀。对啊。你要吗？我一盘。再来一个。像这个一包是多少？哦，这个也好吃啊。这个是20块，这个是10块。10块，我一点九十二买的。对，然后以为在刷牙呢。哈哈哈哈哈。就说这样。哦，你很爱这个哦。你想扫货啊？你想扫货哎？哎，扫货。这真的很好吃啊，没有骗你。这里还有哎。有两块开心。哦。对啊，面茶哎。没有在，你有拍这个吗？这怎么吃？面茶。老板娘，这个怎么吃啊？安尼差的输啊，你要呛到才会有回忆啊。哦，你们有呛到没有？就是，你说那个，谢谢。那我们下去哦。忍不住说要吃香肠。哦哦哦。加去吧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回去了，返回了。往前站铁轨这边。好，要过去走吗？吃香肠喽。转弯喽。都没有。对啊。如果是也是用什么 ？Sausage。一个杯，大把。哦，好吃啊！绝配，真的是绝配，还是说它比香肠来的好？香肠好吃哦。啊，我看他在烤的时候，那个有一滴耶，还喷出来耶。对啊，就是喷气，不是喷水香肠的。转盘呢？输入这个就可以去抽奖。哦，点进去了。你可以玩转盘。抽奖。
中大奖。安公有了什么？什么？哎呦，书签呢？书签磁铁。你们嘞？民协会部。民协。所以，哦，这不好中哎、欸。我看大家七八张都没中，你还会中？嗯，运气好。哇，只有这里才有的口味，乖乖的草莓炼乳，一箱买起来。抽到这个一箱多少？这个是书签。100包。那我们今天搭的是 B 线，所以景点只有隧道而已。比较推的是 C 线跟 A 线，还有景点会比较多。我们现在路过龙腾断桥，我们来到此一游。这几百年没来了。看一下，上来反而比较不好看。觉得下面比较好看。很爽，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，对不对？直接躺起来了。你还用这来吗？不用了，是人便当盒一种诶，一个一个。王老街两分钟。你俩？应该要进去吧？对，应该是有小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有厕所，我上个厕所。啊，我记得，我跟我家人来了，走过。就等一下，我们这边。哎、欸，我们走出来了。老街嘞？是这里吗？应该是这里，看起来是这里。这样这里要记起来，等一下才可以知道要怎么走。南庄市场，我们到南庄老街了。哇，这个也是几百年没来了。茶菊蛋，哦，特别哦。抹吉，还有酱烧海炸抹吉。等一下，小东带一点酒啊！出来。这一间是不是？是说我们不适合吃排队的。哦，对啊。这间好像很推的样子。对啊。我们有限时，所以不适合吃排队。对。那个英姐太多人了，再找看看啦。哇，这里都卖抹吉的，还有很多老店。好，我们来吃客家媳妇。我看要收哪一个？看起来都很好吃哎。客家汤圆，没有客家小炒，姜丝大肠。有啊，在上面呢、啊。什么？哦，上面啊。上面也有菜。炒槟榔哇、欸！我们炒一个板条吧。炒板条。白饭几碗？谁要吃白饭？炒板条、汤圆、梅干扣肉。客家汤圆。你炒几个啊？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白斩鸡。
一翻成肉卤的超烂。嗯，很下饭哦。刚从冰箱拿出来的。冰镇的。杨枝丹好好看。哇，这感觉色香味俱全，炒得很入味。嗯，感觉很下饭哦。完事了，这个客家小炒可以，好吃。峰哥请客。干爹真好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很多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永昌宫。这是一间排队的地瓜球，彩色地瓜球，南庄的百年油曲。到此一游，手卷香肠，这个什么？一加一，你是手工。你们自己有带饮料或茶吗？有。你放嘴巴咬五六下，喝一口水，你试试看，马上就不见了。试试看。一支功夫。可以再给我们两支。可以。我是造桥的，我造桥的南瓜。这隐藏版啊？造桥的，这很难做。来，这另外一个。这是什么口味的？啊，那个是造桥南瓜哦，南瓜啊，那可以啊。他说喝一口水就化掉，对，要大一块，咬两三口就会化掉。有吗？化掉了吗？啊，有啦，蛮好吞的。咬两三口就会在嘴巴里面化掉。有，我觉得我吃起来蛮好吞的，而且很厚哎。吃起来有点像煎饼，你有觉得吗？你要挑那边，这边都可以。我到时候我想到那可以，16只是吗？16只。啊，你们先挑，我先把两只。哦，直接扫货。好吃哎，对，两盒。买完了。买完了，买了16盒，16只，16只，8盒，400块，大手笔耶！不然说，老板借我拍一拍，我再还给你。没有，这是真的有买。哦，真的有买。这里草莓刚好比较便宜吗？这个不是说我太甜了，太甜了，桂花酿，好看到了，吃黑糖糕抹吉来，对，桂花酿，明白没？把那种调定那种，对，阿罗调的，到时候说，阿兰到你说，被有个中间被先买，阿兰有蜂蜜的感觉，桂花酱。我先走。耶，我们来吃这个桂花冰镇汤圆。好，100两。来两碗的，好不好？这是小瓶的，对啊，这个是大瓶，一个大瓶一个小瓶的。我买完了，试完。别好玩，你要用吃不见的。他可以点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梅干菜。对，哦，这里有水往上流哎，没有了。这是桂花酱，鱿鱼的话是白白的那个。这个。
会会在杏鲍菇哦。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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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是蒜。哎，杏鲍菇。老是杏鲍菇，哎，今天有雨。这个。那这一家还蛮久的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有。应该里面是玉米饼。谢谢。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它现在没有那个。知道什么？现在没有味道。刚刚那个玉米那个味道超重的。那今天超酥的。它那个有在烤的过程，它用烤的，很浓。我用烤的。但现在没有味道。我们来南庄试一下手气。75号。哦哦哦哦，你看啊、哦，我可以中奖，有吗？来到桂花巷，怎么可以不喝蜜茶呢？桂花蜜茶喝起来，嗯，好喝，很清爽。这是逛了南庄老街之后的战利品。办公室里面是10个人，6个小一个老街就买那么多。哦，车上开吃，肉也是烤的刚刚好。叫什么？这边还有这个油姜记花蜜桂花巷花茶汤圆。我的天哪，辣椒一点都不辣。这边还有大气球，大气球。但是这个吃起来很特别。没有吃过这种面。这种水果冰，然后加上西瓜。西瓜是甜的。对，西瓜。这个是第一次见花生。嗯，那里面有西瓜、苹果、香蕉，有很多汤圆。睡了一觉，我们来到了大湖酒庄吗？我们来到了大湖草莓文化馆，就是这样啊，这个也是几百年没来了。支付成功，这是什么？棉花糖制造机。我又不留了耶、没有造型。对，没有造型。好了，做完了。该不会是这样而已吧？有，他在做造型。有啊，有造型哎。还是他知道你在拍摄了。哇，他没有袋子哎，没有袋子哎，还要现吃哦，好好玩嘞，大大口的。草莓贡丸，哇，这是粉红色的草莓冰淇淋。峰哥，你要吃草莓贡丸哦？有哦，真的是粉红色的草莓贡丸。草莓贡丸，还有几袋吗？是，有个摸不完的东西。你那边排队，那边加号。想喝的怎么办？就剩最后六篮了，最后五篮了。丰乐草莓园，看一下，哇，它这是高价草莓的。3斤450，哎，贵吗？来拍一下。哎。倒数。
可以，看起来还行。有啦，很红啊，就是没有那种颜色不好看的，就是有那个都蛮红的。那个草莓贡完了，可是我想要吃草莓萝卜哎。不是啊，你买萝卜而已。萝卜而已，不要草莓。草莓给你。真的有草莓味，甜甜的，而且 QQ 脆脆的，还蛮好吃。贡丸本身很 Q 啊，我个人是蛮可以接受的。草莓公主跟这个真的很公主。这里什么都是粉红色的。那也不知道你要装什么。可是我看他那个草莓还蛮。草莓熊。草莓，佩佩猪，哦，草莓帽哎，各位观众。快乐是免费的，为了我们家如如的玩偶，中间还中间关，特别快乐可能要花点钱。恭喜你中，他折了 N 奖80块，哎，你折价券80哎哥，那你要哦，果醋一杯 ，N 奖是吗？10块的，我是蔓越莓，这边购物买80元，我才，不是吧？这里都是 N 啊，这个是 N 奖吗？不是，这边 N 的。这边的，这里刮完了，这里换饮料啊！等一下，哇哦，一杯要80哎，对，赚了30。有啦，是有赚。蔓越莓果醋，好喝，给你，点哦，买五送一哦，手工的哦。你要吃我就买哦。我想吃草莓。当然啊，这第一啊六六不坏。牛轧糖，牛轧糖有加炼乳的哦。这是啊，这不一样。我当这个加700，这个吧，害我吓到了。这是消费满700，我剩下没够带嘛。这是什么都要草莓，草莓包子，草莓鸡腿卷。草莓水冰饺，哇，超可爱的草莓辣包。妈妈，他们已经成功了。哇，草莓蛋卷，都粉红色的。哦，这最近很红的什么水滴蛋卷，乖乖的大湖草莓口味，一箱450。我们刚才在旧铁道那边的是草莓炼乳，那这里的是大湖草莓，是不一样的哦。乖乖真的很会行销哎。峰哥，你要买了？有啊。举起来。哦。我们来看这个干燥草莓。6颗99。这几天你忍不住偷来梦的啊！好开心。哈哈，蒙色的。哪里买的这个？都包括我买的其他的。还是草莓果干比较好。草莓香肠好吃吗？嗯，这是很草莓的颜色，跟没关系，拿。今天吃太多香肠了。耶，我们的车来了，我们要去下一站采草莓了。开门了，好爽哦！那大后备箱吗？不要。
我们来采这个大湖草莓果园，好像没有名字哎。我头顶哦。都是采满三百八。到这样是不是？对，这样满三百八。哦。采满三百八，这个采满的。好。哦，今天你向进草莓不？进什么？进过啊，叫谭家过去。这个可以哦。很小颗哎，这个几百东西，这颗哎，感觉可以，可以，可是有点大颗哎。哦，大粒不？阿满这里的，这里的。一共采到，超多的，最超多的，最漂亮，这全部采了、啊，最超漂亮的，对，都没烂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是别人捡的快飞，对，看要拔粉刺哎，它很多粉刺，那个黑头的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我上次采成那么贵？不知道。那个补满才380而已。超多哎、欸！我不知道我要怎么采，太多了。就这样就好了。这个没有。哇，超香的，都是草莓味，好想咬一颗哦，好想咬一口哦。小朋友，我打多少一三斤了？哦，差不多了吧？还没，还没煎，还不会很重啊？重不重？搞笑鬼！几阿文心烦，为什么停啊？可以。烤窑你蛮用啦。哦，很累呢。不老啊、欸！你敢比我坐位哦？你能比我少年呢？我来看一下你们的战绩。哟、哦，还不够满哦。对啊，你们已经摘了很满了。已经差不多上面了。采完喽。这有自助区，可以加炼乳、蜂蜜、巧克力。哇，超甜的。很甜，超甜的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对，超甜的。谢谢。吃羊肉都长大的。哦。好吃，好吃。三斤送半斤。跟你说，刚才我们采的那个超甜的，我已经吃了。哇、哦，大老板。我一点五哎，还有要买吗？一百。一百，共摊呐。一百五。观众，我们这个呢，380，一百，卖一百，我觉得我的还比他多哎、欸，大还要多颗哎、欸，对啊，盖那个五六颗一百，对啊，傻眼，继续加炼乳还不用钱，超甜，即使不用加就很甜了。大家吃一个它，好，要吃了。啊，我不懂，忘记了。拜拜拜拜，我们要结束今天搭保姆车一日游的行程了。OK，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就把你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就把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